你居然会出车祸了。一直很撞我，很讨厌耶。警察先生，有人一直撞我。耶耶回来哇啊！我的头摇来摇去，我懂，两个一起在那里躺着睡觉了。对啊，再次是换我来先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哦哦哦！好，降降降，降降降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哇，我怎么好像拉肚子一样？为什么他拉肚子啊？六、七、八。哇，超强！我的超强，这一次我要打败你耶！赶快打他，打他！我要叫警察来啦！警察先生，有人叫我啊！这里出车祸了啊！这个小孩很喜欢玩这个战斗陀螺耶。那可以拿去学校玩吗？这个拿去学校玩了。这个拿去学校玩吗？不要。等一下这那个小博伟拿走啊。那个林奕晨会给你抢玩具，是不是？对啊。然后让别人不要拿。